今天教你做红烧鸡翅，学会了你可以做给家人吃，满满的成就感。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排骨酱、盐调成酱汁，鸡翅冷水下锅煮掉血水，捞出洗净，砂锅里面下油、葱姜、煸香八角、桂皮、干辣椒。你平时要是不知道吃什么菜，我的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鸡翅下锅，下调好的红烧酱汁，加啤酒淹没食材，煮开后盖起来中火焖15分钟。录制视频不容易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，谢谢。不要忘了，我的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。每天晚上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各种美食的做法，记得点我头像进来哦。